今儿打扮得够漂亮。你少来，还是把你那些甜言蜜语都留给别人吧。所以你不生我气了？我要是生你的气啊，我早就被你气死了。说的有道理啊。以前我不管怎么诱惑你，这种场合你说什么也不会来。看来战总的魅力还是比我大啊。这是我的工作，好不好？工作？要不我给你打个赌，就算我想让你去，他也不会收你的。朱玲珑，你想干嘛？走。陈暖，怎么了？不高兴？你以后要玩那些无聊的把戏，你不要把我拖下水嘛。不是，但是我赌中了，不是吗？我把你亲手送到他身边，他也没管你啊。那你呢？哼，我对你肯定是一片赤诚之心，这是毫无疑问的，不是吗？他是在享受征服别人的过程，这也是毫无疑问的。听起来真专一啊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那古班怎么回事啊？他被你带到哪里去了？
你跟我走。去哪呀？不会是天涯海角，然后至死不渝吧？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，如果说我跟张南星，你必须选择一个的话，你会选择谁？无聊。小暖。前提是什么？前提就是反正我不想让你留在他身边，就这么简单。小朱总，我就不信了，你会为了一棵树放掉整片森林？我让你回答这个问题有这么难吗？是你比较了解我呀。确实，这堂堂正正的小陆总确实不会放弃整片森林。嗯。Enjoy。